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30日，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读报，我是 Cherry。近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研讨班上讲话，正式亮出了连任的信号。随后又通过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为北戴河会议做准备。在此期间，习近平高调展示军权，重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要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中共军报也少见的越线评论敏感的政治问题。有分析指出，这些异常的举动似乎向外界透露，习近平的连任好像并被板上钉钉，党内斗争远比想象中更激烈。据党媒报道，7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学习中再度重申，要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人才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在中共的政治话语系统中，对党忠诚言外之意就是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忠诚。事实上，习近平自2012年十八大上台以来一直强调要使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有分析指出，在中共权力斗争中，常常通过展示对军队影响力的方式来获得博弈的筹码和发言权。随着二十大的临近，北戴河会议前，习近平展示军权向对手发出警告，本来并不稀奇，但此次的动作之大不同寻常。海外视频人士中原撰文分析，习近平28日这天的讲话称，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要坚持在重大任务和斗争一线培养和发现人才。中共军队近年并无大的战事，中印边界的冲突还被中共刻意掩盖，中共并不敢与美军动手，也不敢轻易动台湾。那么军队的重大任务和斗争一线到底在哪里呢？如果指的不是对外斗争，那就只能是对内斗争了。真正能获得重用和提拔的就是那些内部斗争中能明确站队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可以被称作军队的人才。就在习近平展示军权第二天一大早，中共军网却发出了重磅评论文章。文章称，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全军的重要政治任务。7月30日，中共军网再发评论文章。近期随着台海局势的升温，北京高调声称要在台海和东海反制，但中共军队的关注点却并不在对外的军事对抗上，更热衷于对内的政治斗争。军队的反应不寻常。文章指出，为了应对北戴河会议，习阵营大动作频频，无形中向外界透出了挥之不去的忧虑。通过习近平展示军权有些过度的这件事，习阵营似乎对习近平连任依然没有十足的信心，应该主要因为内外政绩正遭遇党内质疑，而相比内部问题，外部问题更加难以自圆其说。日前曾传出中共高层拟邀请欧洲各国领导人二十大后访问北京，但被拒绝。如今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或许马上到访台湾，对外连连失利，不断遭遇围堵，肯定会成为北戴河会议上争吵的话题。文章最后写道，尽管党媒不分昼夜的连续发出了5篇文章，为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研讨班上的连任宣言造势，然而无论是党媒缺乏说服力的宣传，还是习阵营安排的一系列大动作，都显示习近平始终担心难以完全掌控北戴河会议的议程和结果。中共内部斗争的激烈程度应该远超想象，二十大的人事布局充满了变数。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夏访台，台海危机是否会明显升级，甚至发展为军事对抗呢？美联社的报道指出，佩洛西可能访台所引发的讨论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这其实是一个风控问题，真正的焦点应该是美中如何管理分歧，以保证对抗风险不会失控。 CNN 报道指出，就在北京严厉抨击，美国议员纷纷表态支持佩洛西访台下，身为争议中心的台湾却相对低调。据 CNN 报道，截至目前已经开启亚洲之行的佩洛西依然拒绝证实相关消息。台湾方面尽管行政院长苏贞昌对他长年以来的支持表示非常感谢，也对他可能来访表示欢迎，但总统蔡英文既未表达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报道援引分析指出，这相对沉默是因为台湾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一方面台湾靠美国军售的武器自卫，因此不想表示出抗拒美方第三号政治人物的支持，另一方面台湾要是表现得太热情
切又可能要冒火上加油，令北京更加愤怒的危险。按照台湾外交部此前的说法，没有接到有关佩洛西访台的任何确切消息，也没有对相关事宜的进一步评论。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保持低调，避免给人台湾主动鼓励佩洛西来访，符合台湾政府的利益。要是佩洛西到访，台湾人保持沉默，很可能会被解读为是美国或是佩洛西做出的决定。对台湾来说，如果这场访问真的发生，也不过是笼罩该民主岛屿数十年紧张阴影下的最新一幕。美联社援引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国防问题专家王志胜的分析，重点不在于佩洛西来台湾，而是看华盛顿和北京如何有效地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拜登和习近平28日的通话是双方如何通过对话管理分歧的一个例证。拜登和习近平在关于佩洛西访台的争论下进行这个通话，至少表明了基本的相互理解。美籍华裔学者裴敏欣认为，佩洛西访台，中共无需过度反弹，因他的到访并未打破任何的潜力。裴敏欣指出，对于中方而言，佩洛西的访台并未打破任何潜力。金瑞奇1997年访台，当时他也是美众院议长，还有就是两年前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访台，以及稍早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的到访。如果赴台成行，佩洛西将是自25年前金里奇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美国议员。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民意和外交政策项目主任卡萨姆认为，佩洛西的访问并不比拜登关于美国有保卫台湾的军事承诺的言论更具威胁性。身为美国总统的拜登已说过三次类似的话，尽管美国多年来是奉行战略模糊的政策，拜登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北京的强烈谴责，但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台海问题的专家们认为，目前正值中共20大前夕，习近平预计将在20大上连任，中共不太可能在这个时间点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正如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的国防问题专家郭玉仁说，北京最高层将主要通过恐吓来惩罚台湾。微博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9日发出大陆专家文章，指出中国楼市正处于转折点，未来不可能再大幅的拉动经济，应避免房地产风险传染和蔓延，把经济恢复和发展放到更重要的位置。7月29日，微博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出该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一篇有关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转折点的文章。路媒纷纷转载盛松成的文章，中写道，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市场运行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变化，未来不可能再通过房地产大幅拉动经济增长。房地产还是支柱产业之一，但从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不可能再通过房地产大幅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接近美国的2/3，而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1/6。这一数据说明房地产业发展已经到了新阶段。文章分析，判断房地产市场底层逻辑已发生变化，是基于两项重要政策，三道红线以及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这两个政策，一个针对房地产企业，一个针对银行金融机构，这些制度限制了房地产行业对信贷资源的挤占，并实际上设置了房地产对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限。申松成为此建议，在当前房企风险突出的情况下，在不改变房企去杠杆政策目标下，适当延长去杠杆的周期，三道红线和贷款集中度管理可适当的放缓。文章写到，当前中国房地产业风险的突出表现是债务危机和疫情风险相叠加，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二是房地产销售受到严重冲击，三是行业预期进一步恶化。如今房地产投资加速下行也特别值得警惕，并建议当局目前还是应该把经济恢复和发展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盛松成最后建议，目前房地产调控有3个主要目标，一是防风险，这是第一位，防止房企之间及房企对上下游企业风险传染及房地产对金融风险的传染。二是满足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三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以防拖累经济。千呼万唤，万维 TV 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增设粤语新频道。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万维播，我系 Serena。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紧贴即时热点新闻，世界面面观。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万维 TV 粤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Cherry。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